哎，小静，您没事吧？会真的是没事吧？笑话，肯定是巧的。杰斌啊，总算是死了，这下解决了，终于是我死了。大师，你快救我！你不是不相信我吗？我信，就当是花钱。这才刚开始，接下来你的出车祸，脑浆就被压出来，就像豆腐脑被踩碎一样。还有，大师，你快告诉我怎么花钱。你之所以会有这一劫，是因为你平时作恶多端。快求大师指点迷津。鱼儿上钩了。每天晚上每个一个小时，拿着照片对着东南西北磕三个响头，嘴里还要念词。什么词？我大错特错，阿哥。